让你回来我身边，我保证以后我就会好好弥补。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跟你绝对不可能。你话不要说这么绝吧。你知道吗，跟你离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不舍，尤其经过这段时间看这件事，我都会越发的幸运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一定要趁这机会把自己想法说出来。现在我完全当回娘家，特别希望你回娘家跟我团圆。我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以后我回娘家，我们一家团圆。Thank you.